你最多打開我，所以你可以揀聲。嗱，咁我係叔叔啦。阿姐，你跪低先。
咁點咧？你跟住即係你要點樣俾翻佢嘅咧？咁我係想打情情喎，你炮叔，你認為呢一位咁嘅心足就得唔得啊？他說他追有台型的，追似皇上啊！哦，不如我們這個時候就請校長上台，為我們揭曉究竟三位的心中他最喜歡哪位，哪位最神似，也有請第三位皇上走前一步先啊！請校長上台為我們揭曉這個答案。有限公司的奉茶馆，正在有限总裁黄子源。
晚上仲會同幸運的 fans 共進晚餐。